我是他弄的，你这我已经最喜欢风铃了，我折了一上午。你这怎么看的有点像林帆呀？是哦，我希望这些漂流船能给你带走，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你说你手工是做的挺好的，什么换到你嘴里都变味了？那你又不帮我？ 哎，我前几天看到一个竹子做的猫头鹰风铃，可漂亮了，文静姐肯定喜欢。然后我再想想其他办法。我赶出去去。哎，你不知道用什么材料？你先帮我抓点蛙，我帮你看竹子去。那，耶，我挖死了，看竹子去。哇！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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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
完。没事，走吧。好，那今天上我家去吃饭，我哥今天在天津。好，走。哥，你要的竹子。哇，你抓这么多呀！走，黄婷姐，我们做菜去。哎，啊，再放你的图片。这是有关婚姻的事情，背下来啊。哎，味道还不错啊。是吗？你看谁煮的？哎，我锅里的菜糊了，你们先吃。文婷，我做了一个风铃送给你，我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风铃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风铃遇到风会响，我遇到你心里小鹿会乱撞，每次我都紧张的说错话。今天我做了很多功课了。风铃响，故人归。我在等风，也在等你。铃铛响，抬头望，鸟恋旧邻，鱼思故渊。世上最美的相逢，莫过于风和风铃的相遇。风不止，而铃不息。我为你吟唱，你为我执着。